今天我们要出发回临沂啦，现在在坐飞机。走吧。行了，我们要去哪里啊？啊？啊？怎么呢？啊，要去动物园啊！你说我们要回临沂，回山东了。我们回山东了。啊，后面呢？我们今天来到了白云机场。MM， 现在去值机。谢谢。我们要出发啦！出发啦！对呀，我的罗哈哥。海曼，你接去奶奶家呀？去姥姥家。现在去找谁呀？啊，姥爷啊，找姥爷。想不想姥爷？想姥爷啦。走吧，咱们回家找姥爷去。飞机晚点了五十分钟，现在要出发啦。天哪，我们现在要去哪呀？啊，对，去姥爷家。对不对？你想不想姥爷？你想不想姥爷啊？想不想姥爷？啊？又不说话了。天哪，你想不想姥爷？那个的。啊？说啥？你说啥，悠悠？你想不想姥爷？哎呀，这孩子，想姥爷，说想姥爷。啥？喝水。啊，喝水，你喝吧。先呀，宝哥。嗯，晚安，不喝呀，安一会儿喝，你喝，你先喝吧。晚安，不喝水吗？这可操心了，这孩子。晚安，喝不喝水？安娜又问你喝不喝水？你喝水吗？你喝水不喝水啊？悠悠啊，你喝水不喝水？就只有这一个杯子了，你俩混着用吧，也没办法。掉了一个啊！又问悠悠你喝水不喝水？哎呀，你们俩也问，不问问妈妈喝水不喝水？这俩兄弟关系可好了，那也打。俺的杯子让人不知道扔哪去了。出发！嗯，出发！嗯，那你说出发？喝水的不带理我的，你看，那起飞啦！起飞啦！刚才乘务员给了几个贴纸，搁这玩呢。啊，别送哪个哟！啊，别人给送哪个哟？前面谁哟？现在呢，在这看外边风景呢。别人都开始哟。嗯。啊呀。啊！别人给爬鸡。哇！现在你唱的啥呀？这是？要慢点啊！爸，我们到哪了？还没呢。啊，还没你去呗。对，到姥姥家了。姥爷在上面等着我们呢，我们到了，这是我们大美临沂。嗯？我要办机场了，嗯，对，他在那等着呢。我们终于到了。终于。嗯。这一个月，安悠悠跟着我受苦了哈，西安西呀。我们出去这一个月一共花了几家酒店？从上海。到深圳，到广州，再回来，一共换了八个家庭。哎呀，啊！我去涿州的时候，什么？我去涿州以后，我留了多少钱？你还我给了你一千，你剩了一千回来，都没花吗？你在那儿？走，不要着急哈，先让别人下哈。嘎嘎。哥哥，阿德口音很骚，阿德口音很骚。香呐，香呐，香呐。
啊，辛苦啦。我们终于回来啦。等待下集。我们到了，现在要出去了。还没到吗？打电话会没？爸爸。啊，行，一会儿打电话。我爸可能，因为咱们延误了两个小时，这可能还没到吧。爸爸，爸爸。啊，爸爸，爸爸，找老爷去了。老爷来了。啊，好，啊，这是谁？悠悠给叫什么？悠悠给他叫什么？老爷他俩。老爷。老爷。老爷。啊，你叫老爷？你在飞机上还说想老爷呢。开车去吧。老爷，你还喊个接待人了。走。终于到临沂了。我爸开车去了，不容易，一个月出去，回来了。来。上车，哎呦嘿，哎呦嘿，哎呦嘿，哎呦，你要用这个坐子，哎呦，怎么那么粗？看我妈拿那背了，那是俺有爸爸去涿州的时候给他带的。走啊，把这个车啊，车这车放前面就行了。走。哎呦嘿，哎呦嘿，哎呦，你看，有一个坐子。哎呦，哎呦，上上没上。往里去，往里去。来看这个放里头，这放不开了是吧？可以。还能放开吧？别放了，放前面去吧。走吧，走吧，咱们。咱们出发。出发。走啊走啊，哎，干啥呢你？秀呀，塔西，我们得出发了，我们得出发了，我们得出发了。走啊走，走，好的。这都是下去拿水的吗？水都扔了，水都在那边扔了。上飞机不行了，哎呦呀，老爷子带着这些还有水，给带什么水啊？啊？啊，就治安鼻子流血的那是吧？对对对对对。啊，我妈前两天让我爸去出去买的，熬了吗？熬了。搁家熬了。啊。说要带来的。也不差那点时间还。不是上飞机，他不行，他带水，他带好几瓶都叫给他。肯定不让带水啊。都叫给他没收了呀。走，喝去。喝水。大哥，他在车上喝了好多果汁，在飞机上。他又多了。见您那个舅奶奶了吗？啊，舅奶奶见了。哦，你见您的表叔了吗？见表叔了。表叔很厉害，是博士后。哦，是博士后啊！哎呀，还是博士后啊！学医的。哦，学医学博士后。哎，我是叫恁学恁咱家大部分都是学医的。对。就光叫恁学医，你奶奶就是医科大学毕业的。对，我奶奶是医生。他看到你那个手帕了都害怕，你别说叫他请那个了。我们家，咱家百分之多少？百分之六是学医的吧，爸爸？这是你奶奶家嘞。俺奶奶家那边是吧，爸爸？家嘞都是老师，是吧，爸爸？对。60%是学医的。小的时候，俺妈妈要不然就是学医，要不然学老师，是吧？对。我还胆子太小了。那个表叔很厉害，啊，而且非常的平易近人。世界上使命。之前的学校，他那是去做博士后的学校。哎，那是博士后，进修博士后。嗯，博士后，他那不是进修，他是博士后是一个流动站。啊，流动站。嗯，但是很厉害。嗯，他做外科手术的。这是沂和临沂，因为
靠，因为临近沂河，所以叫临沂。临沂以前的名字叫琅琊。